工会理事长张达昌针对被柯文哲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陈之翰抛文炮轰，涉嫌恐吓殴打管委会干部，不给生意就打，大动作召开记者会澄清。第一就是他所指控的都是没有的，我也正式回应，完全没有。反倒我们又是一个被害人。擎天保全董事长张达昌2010被爆出暴力恐吓社区住户，纠纷不断，如今担任信赖台湾之友会保全总会会长，往事又浮上台面，他亲上火线解释，他说我们打的事实上就是他打我们的，他说摧毁那个什么管理室的，是他们摧毁管理室的。根据判决书内容，张达昌确实因为对社区管委会黄姓委员放话，秀莲那里搞卡系列，一要修都未丢，因此被以恐吓罪判处拘役45天。还没有当选，就在污秽人民、污秽我们的保全业。这个案子里面，曾经有4个人被关，我们被抓去的时候呢，是在选举前的1个礼拜左右了。我就点到这里。对此，陈之翰人高分被回击，张达昌涉嫌犯罪是事实。我们也找到另外一个最高行政法院的资料显示，他的保全业经营许可被废止，申请再议被驳回。他所出示的判决书，他说自己无罪，事实是他遮蔽了，他被判决恐吓危害安全罪，判处这个拘役45天。如果他是真的无罪，为什么要遮蔽？张达昌9月2号才参加赖清德全国保全后援会成立大会，不仅接受授旗跟证书，还一同挥旗，才刚露面帮拼选战，月中遭起底，曾涉暴力恐吓，炮火十足反击。但用杨基宪真台中采访报道。